怎么高三了还转学啊？因为家里搬家到这里，所以哦，那边就是食堂，然后那边有一个小卖部，以后有人欺负你，你就告诉我。你干嘛呀？你吓死我了！你还会被吓到？你不吓别人就不错了。我都跟你说了，我不会把你屁股被炸的事情。 警告你啊！我屁股的事情，你要是敢让第四个人知道，我可不敢保证我能做出什么事来。听懂了吗？你就放100个心吧！你屁股被炸的事情，我不会说出去的。拉钩，行吗？拉钩。幼稚。夏菊，管好你的嘴。夏菊，怎么啦？ 我刚一转头，你人就不见了，你惹到他了？没有啊，我们走吧。哦，没事就好，不用理他。